唐雲樂仲喺你公司停車場喎。睇 CCTV。收到。胡生，唔使惊，警察嚟噶嘛。几靓女啊，现场揾人嘅方法。成宇嘅车，唐文乐都喺入边喎。你用天眼跟住佢，同我保持联络，通知我位置。OK。咁你唔追？我有追啊，但系当时部车行到好快，而且用冲红灯添。即刻打电话俾文乐，睇佢喺边。佢部电话留低喺车。攞个电话。落车，呢度好似唔系倾偈嘅地方。唔好要我掟你落车。袁 Sir， 每个人容忍都有限度。你究竟想点？你知做过咩？你好清楚。我唔知你讲咩，我一向都奉公守法。唔好同我讲啲废话。我嗰晚同梁希讲过。你唔好只系叫两个名。原来袁 Sir 真系担心我抢你女朋友，你搞清楚，唔系讲恶讲暴力，梁希个心就会系你。你班警察系咪好得闲啊？上次拉咗我女，而家拉埋我个仔，仲冇人知道佢拉咗去边添。陶生，我谂你有些少误会啦。以我所知，我伙计冇拉到你个仔喎。佢请佢上车，应该就系邀请佢协助调查啲嘢，或者根本佢两个系朋友关系啦。凶神恶煞咁要请啊！我要告你哋非法禁锢啊！我谂呢位司机哥哥应该睇到令公只系自愿上车嘅，咁啊唔会构成咩非法禁锢啦。而且我伙计系一个非常之守规矩嘅警察嚟嘅，佢唔会做出啲违法嘅事嘅。总之我个仔有事咧。我由处长度投诉你，放心，一定唔会有事。老爷，少爷翻咗嚟啊！阿爸，啊，文乐，你冇事啊嘛？康 Sir 嘅下属亲自请我翻嚟，点会有事啊？阿成杰车你翻嚟嘅，冇嘢喎，都唔系革职。放假啫嘛，傍晚讲俾我知啊。佢真系当你梁希喎，冇得讲你知。咁你咧，系咪因为知我唔系阿妹，想唔想见到我？你唔好误会，你以为嗰晚嗰个系梁希，唔系魏晓晨，所以我冇谂过要你交代。
我知道你好想为我妹做翻啲嘢，所以先至捉个童文乐。我有一个计划可以确定我妹个心系咪喺童文乐度。咩计划？讲之前你要应承我，要好似之前咁样忍住，唔可以杀佢。我唔系为咗佢，系为你。我吊嘴都好似冇见你喺公司戴过，以后戴多啲啊，好衬你。估唔到陶生咁留意我。我仲留意到头先成餐饭，你望我嘅眼神同平时好唔同。真系冇嘢瞒得过陶生。其实我头先系突然间谂起你中意食法国菜，但我今晚订咗 fusion， 惊你唔中意。点会啊？只要同你一齐。吃咩都高興啦，不過我係驚你男朋友唔中意啫。佢已經唔係我男朋友，不過我都想當面同你道歉，因為我哋嘅事麻煩到你。既然係前度，咁即係話我以後對佢做啲乜嘢，你都唔會理啦。陶生點樣做，我冇權過問。不過我唔希望因為佢令陶生犯法。我係良好市民，梗係唔會啦。不過我都好開心，你竟然關心我。因為我唔想冇咗個好老闆。係咧，上次你話想買珠寶店嘅事，進展成點啊？仲未決定啊！珠寶嘅嘢我都係啱啱先開始學，你有冇意見？翡翠最出名嘅係綿國。嗯。只要供應商夠實力，再揾個信得過嘅人打理，風險應該好低啊！Sorry， 我想到的陶生应该一早已经想过。那你信不信得过？原来陶生对我都还是有保留，不过我向你保证，我没再帮杨俊雄。我只是担心行一条未行过的路，半路有什么意外没人会预计得到。有时我都怕行错路看错人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